下雪那天开始，我们早晨有的离家远的3点多钟就往出走，像我们近点的就4点多出来，出来就开始一直扫雪，扫到7点，然后出去吃饭半个小时返回来接着上，那一天上了3个班，就是上到中午12点继续回家休息一会儿，吃完饭下午接着来。其实那天特别辛苦，但是挺欣慰的，因为路上毕竟让我们都干得挺那个干净的啊，以防这些人们出来出行避免滑灾了什么的啊，为了大家服务，其实也挺开心的干的。下雪开始，这伙环卫工人一直不断地在外边打的清理扫雪。我有一个习惯，早上那个5点出来散步来，我就看到那环卫工人夜以继日的，包括机器人，我作为一个市民，对这伙环卫工人，表示点赞。此次降雪量比较大，造成城区呢积雪比较多。现在我们环卫中心工人正在全力的清雪，采用人机配合的方式，人工装雪，车辆运雪，造成呢现在这个有可能道路会有一些拥堵，希望市民理解。我们的工作顺序会有按照道路的分级1、2、3级，由城中向城外扩张的顺序进行工作，希望广大市民给予理解。